今天挑战死神辣条，先看视频。死神辣条就这么响。一点，一点都不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死神辣条能有多辣？比师兄还辣吗？买了，东西师兄帮您测，喜欢的点个小心心支持下，谢谢。12.5块一盒，粉丝们能吃辣的扣一，不能的扣二。盒子上写着怕辣者不要轻易尝试，后面还有挑战方法，嚼20秒挑战成功，严禁吞食。什么？师兄这么贵买辣条不让我咽下去，咽下去会怎样呢？老规矩，先看配料表：小麦粉、饮用水、植物油、食用盐、白砂糖、芝麻辣椒、葡萄糖。这配料看着也不辣呀，一盒里面就两根，还有个生死状，这还没吃，先来波心灵攻击，以为这能吓到我吗？信不信师兄拿它当饭吃？喂，帮我在肛肠科订个床，先舔一口。信不信师兄拿它当饭吃？我妈呀，挑战20秒。这玩意儿巨辣，不光后辣，入口就辣，千万别尝试，综合评价。